真的，你想倒霉，这都快开席了，九爷还让咱们巡山。行了，赶紧转悠转悠得了，还得赶着回去开席呢。哎，不行啊，我就那么一说，等等我。走，臭小鹿。 收下，大哥，通知大家注意警戒，我们在这儿等子荣同志的信号。好，通知后面注意警戒。 是。 他娘的，咱是后娘养，人家都搁里面喝酒吃肉，就咱们两个喝西北风。别！你看，挺结了是不是？老曹，这是给我们的吧？老子可一天都没吃饭了，就等这顿白鸡宴大酒了。来来来，这个呀，不是给你们的啊？什么？老曹，你全家人也欺负我们，我们的酒呢？肉呢？不是有人给我们送吗？哎呀，谁敢欺负你们呢？啊，你们不知道九爷是心疼你们，想让你们进去喝，这不让我叫你们来了吗？你说什么？没骗我吗？哎呦，我哪敢骗你们呢？ 这给我们信号了，所有战士，上山！走！三爷，今年这寿辰可整得不一般啊，多亏老九啊！行了。 行了，咱们该喝去吧。喝啥酒？你不准备准备，让你干啥呢？准备什么玩意儿啊？你忘了，让你给三爷准备的，啊！操，忘了这事儿了，忘了这事儿了。那三爷，我们准备准备去啊，走喽！三爷，将军。三爷，回去坐着，您就请好吧。这又整啥玩意儿啊？一会儿就知道了，走走走。人真的吗？别什么人，九爷让我来接应你们。谁来说？九爷，啊，九爷，啊对，就是胡彪。他让我来接应你们的。那胡彪，他现在在里边干什么？他把这地堡群，还有哨下的所有土匪都给弄进去了，又是放烟花，又是唱大戏，可热闹了。现在正领着那帮家伙。 挨个的给做山雕拜寿呢，那地堡群，还有哨卡的那些土匪呢？进去了，让九爷全把他们弄进去喝酒去了。
所以地堡全员和哨卡子全是空的，没人。太好了，那现在能不能带我们赶快进去？当然了，我在这等你们，就是给你们带道的。好，搜战士，您必行动。是，跟我来。乡亲们呢？进来了。来了。这就是阿杰吗？穿着看着吧。 哎呀，你都认不出来谁是谁！行了，老兄，你看这驴，多像个猴子！孩子们，乐起来呀！你看老大，哪儿呢？跟哪儿呢，老大？去骑驴那唐僧。 就是五府里地堡群了，搜战士，好，拆掉华西门，直奔魏虎厅。是。
事成。 三爷，搁这儿看啥呢？那啥，我瞅瞅有没有没进去喝酒的崽子。老九啊，三爷稀罕你，非把稀罕。 送给老九，三爷，谢谢三爷。走吧，喝酒去吧，那你没意思。你看我干啥呀？走啊！
前面绕过去，就可以到威虎亭的正门了。哦，同志们听好了，威虎山之战，成败在此一举，大家全力以赴，一举攻下威虎山。是，出发。老八都喝大了，老八。看看他们这一个一个的。三爷，我说崽子们，哎，今儿是三爷大寿的日子，所有崽子。 敬三爷一碗！三爷，来吧，从老九这开始吧。三爷，万寿无疆，福如东海，东北王，东北王，福如东海，东北王，来，干！ 慌张张的，你家死人了！红条子，红条子打进来了！你说什么？共追打进威虎厅了？是。他们来了多少人？我不知道，我没看清。咱们山上的地主多半都崩嘴子了。操！咱不是有九群二十师弟宝，还有十八道封锁沟吗？都他妈完犊子了！我不知道。 他们一窝蜂全涌进来了，现在整个威虎厅全是红条子。二当家的，咱们赶紧去救三爷吧！救三爷！我求他，我救三爷，他非救我！红条子，啊！ 想死还是想活？我想活，想活就好，跟着我，我保你活命。谢二当家，谢二当家了。
华呀！ 小心啊！别开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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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是被三啊不，我是被座山雕把来偿失的戏子，不要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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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害怕，我们是来剿匪的，你先找个地方躲起来，小心土匪，一会儿我们带你走。我知道了。 小心点啊！小心啊！
三爷，从现在起，往后的日子可就真不一样了。大姐妹子们！ 走，快走！哎呀，别愣着我是来救你们的，快走啊！快离远一些！你会有那么好心吗？我是老常，妹子，妹子，妹子们，俺们也是夹皮沟的，可是常猎户，俺是他媳妇，俺是他媳妇。你真是常大嫂，你还活着？还活着。 先不说这些了，咱们的人打上来了，是九爷救了咱们。对，是九爷救了咱们，九爷是共产党，是民主联军。哎呀，就是以前的老抗联，知道吗？老抗联，老抗联，来，快走，赶紧的，赶紧的，快。 谢谢组织上的信任，只要能在年关之前拿下威虎山、杨子荣，在所不辞。越是艰险，越向前。 Thank you.
老常大哥，九爷，咱的九爷，大嫂，大家过来一下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，再正式介绍一下，这位老常大哥常猎户，这位就是常大嫂，他们为咱们攻上威虎山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另外，他们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，过来呀，来来来，老张大哥，你看看，像不像你闺女？ 九爷，九爷，九爷，没有九爷，咱们一家人这辈子怕是见不着面。九爷磕头，九爷给你磕头了，九爷，这是干啥呀？来，快起来，来起来，都起来，九爷，那啥，别谢我。要是没有党，这么多年。 把我培养成为一个优秀的侦察员，我也不能到这威虎山来跟他坐山雕斗。要谢谢共产党，谢毛主席，谢谢2003，谢谢2003的英明计划，还有这么多战士大年三十晚上能够冲上威虎山的英勇行为，谢谢他们。谢谢首长，谢谢首长。 山里的孩子吧？对，孩子，别动了，孩子。孩子，孩子，孩子，你是不是特别冷啊？孩子，我问你。 你告诉我实话好不好啊？其他的孩子都在哪儿呢？
堂哥。是。203，孩子，全是孩子。堂哥，把这些孩子全抱出来。快点吧。甚至会恨我们，可我相信，有一天你们长大了，一定会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做。这里又黑又冷，让这些叔叔们带你们到能撑亮的地方，好不好？这些孩子们也终于可以替他们的祖辈完成了一次灵魂上的救赎。威武山的土匪也终于缴清了。203，东北民主联军剿匪特战小分队战士杨子荣完成任务，请求归队。